走吧。啊，阳光明媚。那我们就找个涂鸦的地方拍完照完事儿。以前我也不吃甜的，我不吃凉的。一到了冰岛怎么了？变了一个人。我也变了。以前的高知女性去哪儿了？人设坍塌了吗？不是，今天刚说完。谁的人设？啊。赵姨说你的什么优雅知性的女性去哪儿了？优雅知性，这是你原来的人设吗？我打算来这儿立的人设，没立住。走吧走吧，出发找涂鸦墙。你给自己想的是没成功，就是你的名字后边的词条是辛芷蕾优雅知性。咋的？我哪有毛病吗？不合适吗？合适啊。不般配吗？你叫优雅知性。我刚才说完之后，如果真的有点自信，就会问：“对呀、啊，怎么了？”但是你刚才说的是咋的？不合适啊！我不自信，我不优雅。我的妈呀！